多种角色完美组合，这个妈妈真厉害。懒惰的妈妈才会教出独立的小孩，因为我真的觉得小孩如果不够独立的话，都一直黏着妈妈，其实这样好像不太好。妈妈都比较重视 IQ 跟 EQ， 还有礼貌，因为她很喜欢睡觉啊，每次我们叫她起来的时候，她又不耐烦。希望你放假日回来不要只会睡觉。